小娘娘带你聊聊热播剧《摩天大楼》。这部剧是 Baby 成名以来主演的第一部网剧，她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受害者钟美宝，讲述了在一幢摩天大楼中，美女店长钟美宝被害，两个警察联手破案，并以钟美宝身边每个潜在嫌疑人对于受害人的关系进行推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每个人都存在不同的故事。虽然只有16集，但摩天大楼的剧情很有意思，十个身份不同的人物和八段串联并行的故事，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钟美宝有着一层关系，更与她的死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。虽然 Baby 饰演的钟美宝仅仅刚出场不到十分钟便领了盒饭，但导演用了大量穿插倒叙的镜头来梳理这段故事。后续随着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登场，钟美宝也将陆续展现更多的镜头。在剧中， Baby 造型很惊艳，身着一身长裙，非常的优美华丽，在迷幻的大楼里面显得分外迷人。 Baby 此次在摩天大楼中饰演一名咖啡店美女店长，却突然间离奇去世，而凶手更是消失不见，一切的一切都让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性。网剧一开始便是 Angelababy 饰演的钟美宝，以这一种不加修饰、纯素颜、满脸泪痕、萎靡不振的状态出现。昏暗的镜头下，女子落魄地行走着，似乎之前遭遇着什么痛苦的事情。随后镜头切换，瞬间响起十分急促的钢琴声，黑暗中混乱的人群在喧闹，其中还夹杂着钟美宝的哭泣声。这样极具冲击力的镜头和声音一下子就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，让观众带入到悬疑剧当中。在之后的剧情当中，时不时会响起特殊的背景音乐，大面积镜头处于昏暗光线下，剧中人物的表情有时又很诡异等等。如那个看上去阳光向上的保安，其实房间里挂满了有缺口的布娃娃，有着严重的心理疾病。你听到的看到的都不是真的，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，疑点丛生，很烧脑。这一系列剧情场景 BGM 设定下，使得不少纯属尝试看看剧情的观众都被吓哭了，纷纷都选择调小音量，霸屏弹幕护体。谁也没想到摩天大楼这部悬疑剧刚开播就这么吓人，但这种剧情设计也是让爱看悬疑剧的观众们十分痛快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这么优秀的团队帮助下，Angelababy 也终于在演技上得到了质的飞跃，达到了演员标准的及格线。素颜镜头抗打原声，台词舒适，感情把握也到位， Baby 哭戏演技大爆发，甚至连杨子姗都佩服，网友直呼太精彩。在这部剧中， Baby 的演技真的比之前进步了许多，不再是那个只会瞪眼装委屈的演员了。在影片中可以看出， Baby 哭戏的确很有代入感，而且眼神里满满都是故事。虽然说开篇就领了盒饭，但剧情还是围绕他展开的。不知道杀害钟美宝的凶手究竟是谁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吧。